仔有冇少少挂住 wife 咧？仲有佢精锐嘅科研特务连 Y48 同埋 Y Captain 啊！虽然 Y 铺闭紧关，但系佢冇忘记你哋。为咗可以更快帮到有科学问题嘅同学仔，佢决定用崭新嘅方法自动联络你哋。放心，佢嘅科研特务连一定会秉承佢对科学嘅热诚，务求全力以赴，做到最好。今日我哋要决定用啲咩方法教啲科学知识俾啲新同学啊？系啦，点算啊？我谂到啦，不如就用战争科学嚟包装啦。上次我同表哥玩模拟嗰阵，佢提过同科学有关噶。都好喎，我哋可以整啲模型俾佢哋试下玩。不过对于呢方面嘅知识，我哋都系一知半解啫噃。唔紧要，我哋可以揾 Master Joe 帮手。好啊。新系统，不如我哋试下咯。好啊。科学疑问感应系统有咩可以帮到你？我哋想了解有关战争嘅科学原理啊。冇问题啊 ，Y Pro 嘅科研特务连好乐意为你哋解答问题。麻烦你稍等一阵，佢哋好快就会到达现场噶啦。拜拜。乜唔系 Master Joe 咩？系咯，点解会系 Y Pro 嘅？同学仔，你好。你好啊。Y28 可以话是 Y 铺旗下最聪明的机械人，不单止忠肝义胆，仲懂巧妙地避开 AI 的追问和追踪，所以 Y 铺经常派他出来执行任务，很快得到同学仔的爱戴。有我 Y28 解决问题没有怕，科学疑难我清白。而我就是 Y 铺的机械人Y Captain， Y Captain， 佢系 Y 铺旗下最有气势嘅机械人。虽然曾经两度战败于 Y 铺挑战赛，但系佢未有放弃科学理想，反而懂得自我反省，务求做到同学仔心目中最喜爱、最有智慧嘅机械人。唔使咁惊，其实我哋好有诚意帮你哋解决科学嘅疑难噶。好啦 ，Y Captain， 既然同學仔都同意啦，咁不如我哋聯合 Master Joe。好。
同學仔，咁我哋見到啦，喺台面上面咧，我哋有井字型嘅雪條棒、V 字型嘅雪條棒，有筷子、有竹籤同埋呢個蛋糕紙，最後我哋有糖果㗎。咁要點做啊？嗱，首先咧，我將兩個 V 字型嘅雪條棒用橡筋固定喺井字型嘅雪條棒上面，即係咁。之後咧，我哋將支竹籤咧就擺喺 V 字型嘅雪條棒上面，亦都用橡筋嚟到固定佢嘅位置。是用来盛载糖果的。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，主人特意整了游戏板给你们玩。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原理呢？不知道不要紧，事关有我们在这里嘛。根据 Y-Pro 的资料显示，其实这个抛射机是运用了杠杆的原理的，也就是支点、力点和重点。当你们按落力点的时候，重点的重物会被抛出。古时的人类都是以这种方法将石头抛向敌方的。没错了，相传抛射机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时代，是很好的工程武器来的。同学仔，你哋又知唔知道日常生活有啲咩嘢都會用到杠杆原理咧？我知道，系咪摇摇板啊？讲得啱，我哋伟大嘅 Y-Pro 主人系咪解释得好清楚咧？咦，你哋嘅 Master Joe 揾你哋喎，不如我哋出去啦。是啦，啊，都講得幾好喎，嗬！即要等我同 AR Bia 啦，補充多啲關於杠杆原理嘅基本資料俾你哋知道啦。其實杠杆原理咧係運用咗牛頓嘅運動定律嘅噃。根據資料顯示，人類日常生活裏邊有好多機械都用咗杠杆原理㗎。啱啊，因為杠杆原理咧，佢可以用咧較少嘅力嚟搬運重物，又或者係咧可以節省用力嘅距離㗎噃。根據資料顯示，杠杆主要是由支點、力點和重點組成，而支點到力點的距離就叫做力臂，支點到重點的距離就叫做重臂。講得很啱啊！當力臂長過重臂的時候就可以慳到力㗎啦。Master Joe 話資料話咧，杠杆係分為三類嘅噃。係啊，第一類咧就係支點喺力點同埋重點之間，慳唔慳力咧就要視乎力臂啦同埋重臂嘅長度㗎啦。搖搖板同埋鉸剪都係屬於呢一類杠杆嘅。第二類杠杆就是重點在力點和支點之間，由於力臂比重臂長，所以這一類杠杆可以慳力，例如夾又或者開瓶器。而第三類就是力點在支點和重點之間，由於重臂比力臂長，所以就會用多啲力，但就可以節省用力的距離，例如魚竿咁樣。 Master Joe， 我明白了。我哋明白了。Y Captain Y 阿伯，你哋今次都答得幾好喎！我哋都係聽主人嘅吩咐，所以一定會全力以赴嘅。冇錯，我哋已經做咗個實驗俾同學仔啦。你咧有冇提議啊？我啊，梗係有啦。嗱，不過我需要咧膠袋、繩同埋風筒嘅。冇問題啊，我幫你準備啊。好啦，我哋睇住。你要記住啊！誰才是主人？不用怕，他沒有惡意的，我們走。
你明明是 Y 部的機械，點解你幫 Master 做嘢？不過主人做的一定是啱嘅，我都是咁諗。既然主人咁樣做，一定有佢嘅打算，我哋只需要好好配合。再加上我哋幫啲同學仔之後，我哋都好開心啦。同意啊！啊，陣間咧我哋做實驗嘅時候咧，要做好啲，等啲同學仔知道其實我哋 Y 部嘅機械人咧好有實力嘅。唔止實力啊！身為 Y Captain 嘅我，仲需要有氣勢同埋氣度。計我話係應該要有智慧同埋風度先啱。我哋揾到繩、膠袋同埋膠紙。我哋揾到風筒。咁個實驗應該點做呢？等我教你哋啦。我係葉 Sir， Master Zhou 嘅好朋友，今次專程嚟幫你哋噶。咁我哋要做啲咩啊？好簡單，跟我嚟啦。我哋將繩黐喺膠袋嘅兩邊，跟住我哋再將繩黐喺風筒度。開著風筒，大家睇下會點？哇！個膠袋出氣咗喎！好似熱氣球咁啊！咦，葉 Sir， 呢一個係咩科學原理啊？係同空氣對流有關㗎。根據 Y 部嘅資料顯示，當熱空氣上升、冷空氣下降嘅時候，就會形成空氣嘅對流啦。講得好，真正熱氣球係靠加熱氣調整氣球內嘅空氣温度。当温度越高，气体的密度越小，就会产生浮力，令到热气球向上升。相反，温度越低，气体的密度越大，浮力变小，于是热气球就会慢慢降落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热气球和战争科学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个问题就要问下你们的 Master Joe 了。当然有关系啦。相传孔明灯是热气球的始祖，最初是用于传递军事信息的。Master Zhou 是誰發明的？孔明，亦即是諸葛亮。知道了。相傳他在三國時代被敵方所困，結果他計準風向，將一些寫有求救信息的紙燈籠放上天空，結果成功脫險。Master Zhou 他真的很厲害，一定厲害過你。知道了。不過亦有人說他放孔明燈，其實他是想製造假的星象資訊，用來擾亂敵方視聽。哇，他真的很聰明啊！不過有這麼多說法，哪一樣才是真的呢？結果是暫時都未有定案的。不過無論怎樣都好，孔明燈真是人類智慧的象徵來的，還是古代戰爭一個很好的工具啊。說得很對。不過講開又講啊，孔明燈始終都會用到火，而且亂咁放嘅話咧，仲有機會會觸犯法例，所以同學仔千祈唔好亂咁試啊！知道啦 ，Master Zhou。我再強調多一次，我哋兩個絕對係唔會供出主人嘅藏身地點噶。咁不如你哋留低繼續同我哋研究戰爭嘅科學啊！我哋都好想啊，不過主人吩咐我哋一做完任務就即刻翻去基地。咁又唔好咁失望，我應承大家一定會繼續同大家一齊研究科學噶。嗯，走先啦，拜拜，拜拜，同學仔。
点算啊？咁不如追啦！唔好阻我啦！冇喎，去咗边度啊？知啊，点算啊？喂！仲谂住派啲 AI 去跟住 Y Captain 佢哋，结果佢哋走得咁有型。唔紧要啦 ，Master Joe， 我哋今日都好顺利解答咗同学仔嘅问题。其实我好羡慕 Y 抱佢。点解啊？原因系佢制造个机械人对佢忠心耿耿，而佢啲机械人喺执行任务嘅时候又竭尽所能。Y 抱真系好羡慕你啊 ！Master Joe 啊，我都好羡慕你啊！你啲 AI 又乖啦，又忠心，又对你好啊。咦，有 message AI Beta 话佢同埋 AI Show 会迟啲翻嚟出去买嘢喎。迟啲翻嚟？咁我个下午茶点算啊？唔知喎，不如我叫佢哋唔好卖俾你食啊！唔卖嘢俾我食，仲话忠心，外婆我真系好羡慕你啊 ！Master Joe 啊，我都系为你好啫，你睇下。嗱，不如咁啊，我哋一齐睇一啲新资讯，你应该会开心啲噶。哎呀，开唔开心都要睇啲资讯嚟帮同学仔噶啦。不过讲到资讯，一要睇一个咧，关于污水处理嘅展览咧。污水啊？咦，人类用完啲水会唔会直接排出去大海噶？梗系唔得啦，污水系要经过处理先得噶。而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薄膜过滤啦。薄膜过滤是咩嚟噶？薄膜过滤即系将污水里面嘅污物分解。唉，唔好讲咁多啦，快啲戴上我哋嘅眼镜，一起睇下呢个展览先啦。呢个装置入面咧有绿色同埋黑色嘅胶珠，只要我哋轻轻咁摇，你睇下，绿色珠落到装置底，而黑色珠留翻喺上面。因为呢一个装置咧就喺度模拟紧薄膜过滤。黑色的膠珠就代表污染物，而綠色就是代表水分子。那它的原理是？它是利用物質的特性，例如大小，將過濾器的洞整到很小，就僅僅夠水分子通過，於是乎污染物就會被隔開，得回乾淨的水。原來薄膜過濾的原理是這樣的。 Master Joe， 那食水的處理程序呢，有沒有得看的？梗係有啦，嗱，你睇下呢一個裝置啊，佢係用嚟模擬食水處理廠嘅，好似好複雜咁喎，你可以解釋俾我知嘛？當然可以啦，嗱，首先咧，人類就會收集同埋輸送水資源啦，去到食水處理廠進入過濾嘅程序，即係將水咧放入去原柱型嘅濾桶，去除一啲唔要嘅雜質嘅，跟住將水倒入水斗度，活性炭濾缸吸附水中嘅有機物。講得啱啦，咁之後咧就會倒水入去 U 型嘅消毒管，用紫外線嘅消毒系統咧進行殺菌同埋消毒嘅，再用離子交換原理調節水嘅酸鹼度。原來食水處理係咁複雜噶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我哋嘅食水啊 ！Arabia， 其實今晚咧，我想俾個任務你噶，我想食海鮮餐啊 ！Master Joe 啊，我一定會盡力完成呢一個任務噶。咁就好啦，即係 Master Joe 今晚有炒蝦、焗蟹同埋炸魚柳食啦。唔係啊 ，Master Joe， 你今晚一定會有蒸魚同埋白飯啊！點解會咁啊 ？Master Joe 啊，你呢排有冇照過鏡？有啊有啊。你睇你個肚腩。我都是為你好啫，你今晚都是吃蒸魚和白飯。唔係咧，你話你會盡力完成任務噶嘛？而家貨不對版喎。唔係啊 ，Master Joe， 我要盡力保持你的健康啊嘛。我而家去煮飯啦。
万次没有犹豫与闪电，就算受地狱险境一次失败，不需结止沉闷或浪漫，亦不会在意，大战在前无退避，若共你好玩难出的魔法，不需先知，手牵手去同寻觅发现，我哋嘅任务已经完成啦。Good job。